我来，我来，我真的真的是，哎，我不是，哎，哪有这样拿人家？我的家，你这个大傻子，你也是一样判刑呐，判刑呐！愚人节就特别长，我要来整露露，我要放长线钓大露露腿。什么鬼啊？哎，喂，露露啊，那你在忙吗？好，我在冲绳。啊，是冲绳，所以还可以。哦 ，OK OK。对啊，没有啦，我是要跟你讲一下，就是有一个那个制作人，就是我之前大档的，从来都不会打给我的。他都有在做一些网络的节目，然后他看到我们那个大队长夜场六陪六滚，他觉得很好玩，所以他想要找我们两个，对他想要找我们做节目。好来，他只是先跟我讲，他有这个想法，然后。他就问我说找你出去聊，知道？你可以才回台湾。那礼拜五晚上，礼拜五晚上好不好？我晚上可以啊，好啊，好好 ，OK。好，然后暂定礼拜五晚上，然后地点怎么样？我到时候再传给你。好，我先写一下。露露，你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啊！但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事后露露竟然传讯陈汉典询问是不是在整他，只能叫汉典极力否认，真的差点踹赛。到了饭局当天，露露竟想来个瓮中捉鳖，比预定时间提早15分钟到，好险我们躲得快，不然又要再次踹赛。我整天都在找阿良，不好意思，你这么忙还可以，没有没有。我特地拜托他说，可不可以去求他？已经快求他了。没有，不要不要，杰哥卖了功。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说，汉典这个人好难得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一次在节目私底下聚会，真的吗？对。机器放在那边嘛。不好意思，其实我拜托他约你也是工作的。我现在是我自己亲手做的，是台哥的节目。亲手做，木曜试操完了。哦，所以每次台哥在画外都骂人。我就是我。对对对。人类。布局布很大嘞。真的。那来聊一下那个今天的正题，就是那老板现在就想要做一个，他想要再拉一条线，想要再做一个整条是综艺的，那他就很想要做一个是怎么讲呢？其实他的形式有一点类似大热门，没发现对不对？那时候我卸下心防了，唱歌啊、表演啊、短剧啊什么的还是会有，但是比例就会是网络红的比较多这样。那时间他播出的时间就是。我自己认为比较尴尬，但你们可能觉得不一定。他现在预定是9点，晚上9点，然后90分钟嘛是到10点半，然后他也是，对，他也是1到5。哦，汉典坐在露露的旁边啦。其实正常来讲是应该直接问经纪人什么，可是我就拜托汉典，是我想要先知道你们两个人觉得说这个节目你们会不会有兴趣，或是你们觉得对你们有没有帮助，先知道你们的意愿。露露的态度很重要。但撇除时间，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。是是，我觉得可以冲一波，会养一下就好玩。拉边引导。我们两个觉得有趣，可以考虑看看，那我们才去出这个事。对，我觉得计划是有趣的。嗯，我说。层层关卡过，再重新过到两位的时候，请两位好好的考虑一下。我希望务必能够做。反正我们去抢了。如果会喜欢好玩的东西，我就觉得我肯定是。好玩的，然后新奇的，可以尝试看看。好、啊，那我去买一下。不要，不要，我来了，没事，我来了，快点拿这里，我来，我来，我真的真的是，我不是，哪有这样拿人家？露露还拿我的包包呢，还也是我自己拿，对不对？像话吗？并且在我来，我给，真的，是不是？争什么争？最后还不是制作单位傅傻眼。录影当天，整露露的最高潮终于到了。换口子，是个好办法。哎，坐下来好不好？哎，我刚刚听那个记者，他都问我为什么要拍一个什么节目？有节目？对啊，然后说什么？说怎么那什么自己跟自己对打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
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他是制作人，哈，就是麦卡贝那边。哦，你说那个？对啊，麦卡贝的制作人。哦。然后他就说要找我们做节目，那我们去聊天。不过他是他说是什么很时段是怎么样？他那是网络的节目，网络的，一到网络没有时段啊，只是他首播的，对，是九点啊，啊是怎么样谈过吗？还是我们要是那个时候好像是就出去对，但是都还有过到经纪人，对对对，可不可以？嗯，因为我觉得它是网络的，嗯，然后因为跟电视直不太一样，对对对，然后而且因为这件事情还未定数还很大，然后因为我觉得也不一定会在九点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它是网络的东西，然后没有啊，没有记者现在跟我讲是说，跟我讲是说就是，哦是哦，对，要不然就是，干脆这个节目我请吃算了。啊？你说哪个节目？大人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我的想法是哦，刚好录到这有一个阶段，啊，你们就直接接那个节目，接算了，这样大家也都有个台阶可以下，嗯，好吧？那我们就是两件事，对呀、啊，这肯定这个节目是一定要有的，对啊，一定要有，那我怎么办？那个是对答的东西，没有，你就去了，然后没有没有，那个节目也可以，那个节目也可以不用。如果那个钱是差不多的话，两三倍以上，那你就接这个就好了。嗯，但是明年再来，不行，没有用，现在不对啊，这两回事。我做了一个这样决定。啊？什么？这是什么决定？是啊，哎。反正你有接触新节目哦，这个真的还没接，是我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关键是假鬼假怪，根本还没接。我们只是聊天而已，那他只是我参与那个团队，约出去外面聊啊。而且他那天吃饭，我们去吃饭。我跟你说，吃饭聊那就是已经他决定了啦，那经纪人都没有来。我们就遇到内容就是翻译不通，就这一次。对，你再想一下，你可能。你讲，真的想很大，他就会体验吗？没有，真的不行。判点，你看你在那边鬼鬼祟祟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，他就是跟我聊而已啊，可以接的，不可以接。真的。到底露露在录影现场发现自己被整，会有什么反应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真的很。没有牵手啊！重点是什么？他你竟然说重点是因为那个企划蛮有趣的。不是，因为我从头就跟他说，我觉得还是要问经纪公司，然后问三立，然后问小晴姐。跟我们节目对打，人家说那个企划那种啊，对打啊，那真的不行哎，这不行，我没有办法。等一下，谢哥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讲这话吗？我从头到尾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，也从头到尾都没有给他主持，我只是配合演出。今天与其说是我们的愚人节特别计划，不如说就是对节目忠诚度的测试。大考验，大考验，哇塞，对不对？不是，等一下，哎，他刚才说，他说撇除时间，他问你说单纯问内容。Hello， 我是配合演出的好不好？配合演出，我是卧底耶。我是梁朝伟。引诱你，那你要拒绝才对。对呀、啊，我想当好人。因为我有跟他说，从那里就是要问经纪人，问小晴姐，我没有讲。你这个到法院，你也是一样判刑呐、啊，判刑呐、啊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们没有这样子害人的啦。嗯、我告诉你，公鸭，我现在，我现在完全觉得我那天吃6900，你们这样子骗我。Hello， 哎、欸，账单在这边了、啊。这里也是一部分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哈、哦、要 share 这个了哈。6578，好不好？在这里，露露在结账的时候一点诚意都没有。我跟那个制作人抢着买单嘛。哎，我来，然后露露就拿我包包这样。哎，我来，来拿我包。来，站在，我跟你讲，不行啊，你们这样干不行啊。不是，我们要感谢一路炭火烧鸟工坊。谢谢谢谢场地以及餐点。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也是假的吗？上面假的，我跟你讲啊。不是。刚刚在我的，我刚刚在里面已经被你讲到快哭了。刚刚在汉典在那边骗我。刚刚在我房间里面，我请他们两位过来，我就聊了一下，因为这节目也做了那么几年了，是已经快要1000集了，对不对？
然后我也要了解一下说，哎，我们一起搭档主持人，他们的心有没有跟我们同在？哎呦，那我们刚有录了一些东西，我是觉得并没有跟我们同在。哇，丽人原来是这种人，阿丽也根本丢掉。对，计划还不错，这个就已经是最走心的。人之面之心哦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刚刚是不是我有说那个那边的钱再多，我也不去主持，我要留下来主持这一个。而且我说，县长，你的房间又没有摄影机。我只能说你警觉性算高的，前面说溜嘴很多东西，是一开始还否认说没有啦，没有那个事情，后来喂，哎，后来才发觉说我好像都知道了。你们是不是有去吃饭？他啊，对呀、啊，吃饭呢、啊。然后通都推的，要先听你的说，要先听，推的，不要自己先自首。对对对，健哥，怎么样？不能这样子误会我。嗯，我觉得汉典真的很贱呢、欸。我也是受他们之托啊，你知道？你是我在全世界最贱的人。我这一两个礼拜过了，你知道我良心过意不去啊。我每次看到你，我都不敢跟你四眼相交。两位贱人，我觉得你真的，你们没有约我，然后去吃六七千块，你还站在你贱我贱。对不对？宪哥，我觉得汉典真的太，汉典真的不行。这个骗人不能这样骗，走心的。你现在在我心里面，走心的完了，我要走心的，走心走心。你不能这样。但是你一开始有防备心啊。不是，可是我现在已经被你们觉得，你们是不是在污蔑我？掉眼泪。你有机会吗？我虽然知道你在骗我，但我觉得这样子很过分。好，各位，好，露露不要哭啊。OK， 露露已经哭了，那我们不如这件事情把它处理完，处理完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这一次呢，这个大热门为大家服务了那么多年，对对对，我们也找到十位美少女是要来应征我们未来露露的接班。可以啊，来，欢迎我们十位鱼贯候选人进场。没有，真的很贱哎，没有办法、啊。我可以跟制作单位说，哎，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吗？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一段？你看，而且他真的很不会骗。为什么会做这一段？你看，这是制作单位的一个无声的警告。是哦，别以为在外面谈什么事情，我们不知道。哎呦，不知道。都没有答应这件事情，因为而且因为经纪人也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，总导演就是一个怪。综艺大热门等于是你的家，对，好吧？你看你在这个家有了成长，你长大，美由天哪由地，美由地哪由家，美由家哪由我，美由我哪由你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家，这是我们的家，我就没有那个意思。然后。你，然后你想想看，你要摸着良心看哈，我就没有要签这个节目，好好，就一直没有签我，就没有。好好，这个家，我们还是要你的，我们还是要凝聚力。但是呢，你要看看，你看你在这个家成长，从婴儿慢慢一点一滴成长，变成是一个咖哦。那你是一个咖，那你再回头看看，你在我们节目以外，在外面开那么多节目，通通坏掉。稍微有一点点，比如说啊，露露做的什么节目都没有，就没有，所以我就没有要那个。对，这死都要扒着这个节目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刚才有跟你说，下次我们联手把汉典干掉。